定妃娘娘、皇后娘娘还在等着你呢。魏璎珞，只有你我合作，才能对付顺嫔。本宫一定要提醒你，离顺嫔远一点，别被他迷惑。臣妾不会。但愿如此。每周一至周四晚间十点，台视频道《延禧攻略》。感谢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六连播一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六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六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强档动画《蜡笔小新剧场版》。今夜恁五家被匪徒串入杀，我阿娘搁找恁呢。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十一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十一点上新的消息。拜下晡，台中山路向上路六段，也就是龙井交流道路行这段路，又搁一次发生车祸。外面会当看到一架货柜车，从去哩中央隔壁道弄一个真大力，头前交通号码条就开弄断去，搁再去扫到四架轿车，两个人就轻伤，该在拢无生命危险。其中31岁货柜车的运长，伊讲拄摕到大型车。可能是因为东亚派去才发生这件事故，事故的原因现在警察正在进一步了解。赶紧过来关心上新的现场。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今天在基时替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吴思瑶来徛台呼选，我们做回来关心现场上新的画面。但是选情是这样啊，就是说即便看好但有信心，但还是要小心，要步步为营，全力打拼，一直到胜利为止。独派的喜乐党他们说啊，蔡总统拍那个影片来去总统府住一晚，认为他们是用一个宣传台湾，然后来为自己的选举来行销。赖院长为什么很怨恨？因为总统本来就负有行销台湾的责任嘛，如果在台湾能够让国际人士能够看得到，他对台湾每一个人都有帮助嘛。判蛮久无罪的一个法官，现在要遭监察委员陈世梦来约束，就被国民党认为说是干预司法。这部分我相信，提案的监察委应该会对外说明。韩国第四次来帮思瑶，对，那是对他的选情紧张，还是说觉得这一席不能掉？思瑶先来讲这一题。今天是院长第四次，我真的非常感动，非常感谢。那当然，是因为院长一路见证，院长认识思瑶，他在看着我从很年轻的时候担任幕僚到现在20年的时间，赖院长一路见证思瑶的努力，我的认真投入。那我想最重要是因为思瑶太珍贵，这一席优质的立委一定要留在国会。那第二个原因是我在立法院虽然是第一任，但是我完成很多全国性政策的推动。而这当中非常感谢，就是在赖清德院长时期，那一起能够来协助，让我所执行、我所倡议的事情能够成为国家的具体政策，所以我们合作无间。所以赖院长也特别愿意拨时间来跟思瑶一起来向全民来说明我们一起为这片土地所努力的事。那第三个理由，今天是我画人、设计人、建筑人力挺吴思瑶，在场都是台湾最卓越的各个跨界领域的艺术家们。那其实赖院长在过去从担任台南市长到行政院长，是台湾设计政策、艺文政策很重要的推手跟支持者。那这些艺文界人士也非常期待由赖院长一起来跟他们来加入力挺吴思瑶。那政治圈需要文化人，国会需要文化立委吴思瑶这样的一个大集会的活动。那再次谢谢院长。院长怎么看？昨天韩国瑜说，就是他一路被抹黑攻击，那攻击他之前都是猪八戒，拿钱办事的猪八戒。我真的很希望士林北投的父老乡亲能够鼎力支持吴思瑶，吴思瑶一定要进入立法院。吴思瑶之所以被评鉴为第一名的立法委员，不仅仅是专业，而且非常优质，而且非常有内涵。他的专业咨询成为国家政策
这个是对国家社会帮助很大的，包括2030双语国家，包括成立国家设计研究院，那么也改善了我们的这个政府采购的方法，啊，让这个软实力啊，可以透过政府的力量，然后让台湾能够更加的强大啊。那这些其实对台湾都非常非常重要了。像这样优质的立法委员，恳请士林北投的父老乡亲能够继续支持吴思瑶，让他能够高票当选。明天就是政见第一场的总统的政见发表会，那不晓得院长这边有没有跟总统来这个一起沟通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策略？幕僚之间有啦，因为总统也忙于国政，同时也忙于复选的工作嘛。我们幕僚就是彼此有在讨论，所以目前整个进度还算顺利。那院长对于韩国瑜的话有什么评价吗？韩国瑜说什么？他说抹黑他的人都是拿钱办事的猪八戒。他什么？抹黑他的都是拿钱办事的猪八戒。那个韩市长一定要知道，他现在是竞选总统，他讲的话一定要有根据，而且也不能够人身攻击，否则的话他会每况愈下，得不到国人的支持。高嘉瑜刚刚开直播跟亲民党的人，那在这个时候突然跟亲民党的人开直播，这会不会有一点问题？这个要由高嘉瑜来回答啦。不好意思，欢迎大家。另外，要来关心小连山上新的车祸意外消息。台中一个叶姓是顶个月尾车赛车经过南区建国八路时，伊讲头前一个骑倒摆查某人强强骑过来，向黄线颠倒方向，害伊闪袂离。事后伊发觉讲轿车倒边头前，敢若互伊毁掉，报警察来处理。警察通知对方到案说明，对方伊讲无去弄到人的轿车。警察上尾是根据行车记录器的画面，认定讲这个负责人骑倒摆违规，依法该开罚单。同款嘛是在点上新，为了要闪头前车，赛车人弄到安全岛了后并车。代志发生在早起时7点，一个35岁姓张的查甫赛车经过台68线往德当的方向，刚才为无和头前车离较远的，轻轻弄到头前车了后，赶紧打档啊，先去弄到路边的安全岛，刷来规台车并车，这画面看起来真惊人。消防人员赶来到现场，赛车人无讲安全，伊讲免去病院，事故原因。都要等警察进一步来了解。搁再来关心新北市板桥街路，礼拜二下晡光头白日，一个姓杨的查甫被人压去，原来是因为伊欠人10多万的债务，唔拿唔还钱，搁来到金马店来买金马。这组老三个人给他押上车，再去到树林给他叠到金四四。一些人看到，因为嫌疑犯三个人手头有武器，唔敢收过我，赶紧报警察来处理。银色轿车边的三个嫌犯，有的扭手，有的扭脚，要将一个查甫人硬压去咧车顶。刚刚看这个姓洪的查甫人双手扭着车门，就是唔肯上车。伊一边喊救人，一边来抵抗，看到民众拢惊一个。有的打头，有的打那个身体，有的打那个脚，四五个打了。嫌犯一个街路就来抓人，再来打人，就算姓洪的查甫人来反抗，但是最后也是被人押去的车顶。这宗当街抓人的案件就发生在15号下晡4点外。原来被害人姓洪的这个查甫人，甲债主10多万的债务，但伊不但唔还钱，阁有心情坐街买金啊。债主得到消息了后，坐客轮车对伫了后边，将这个姓洪的查甫人抓走了后，阁驶着姓洪的查甫人租来的车，将伊载去树林拍来，再阁等。推了，他一直喊救命啊，这样啊，那周遭的邻居都跑出来啊，大家不敢出去救啊，因为他们有拿武器啊。被害的姓洪的查甫人看到的都是同款的金破链甲手链啊！警方根据监视器用车来追人，找到这个姓洪的查甫人的时阵，伊身躯有真侪伤。是把那个压上去，他一直在救命啊！目前抓人的三名嫌犯也未抓到，就算姓洪的这个查甫人事后表示未来追究，但当头白日动手拍人，再来压人，这个行为已经违法了。警方已经掌握身份，要约嫌犯到案来了解案情。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快古省派生地赛车含人员家老人来，朋友加出手来拍查甫警察。一个人赛车经过新北市五股，和一个骑得快人气袂做，家骑了把真车摔来卡伊车窗。双方在那里来冤家，警察接到报案了，来到现场处理。骑得快人摔来老爷朋友出手拍二四回，这位查甫警察事后回失的已经醉破落地判收回，和警察依照伤害公布公务罪，依法上班。一群人徛伫大马路顶端，原来是发生行车的纠纷，拢无要烧尿，警察拢已经来到现场啊。双边搁咧扭扭拉拉，但是后一秒，刚才看到查甫警察，咱互人拍一拳，当场就将目睭捂咧。你接拍要创啊？好啊，袂啦。你接拍要创啊？你拍着人，你怎知？好啊，袂啦。你拍着无关系的人，你知无？动手拍人的这个姓陈的查甫人，随着互其他警察来控制，才来将这个嚣摆态度小小改一下，赶紧来咧回失咧。这个陈姓男子往前冲，哦，还是想要打对方，在这过程中打到了我们的执行女子。因此造成了本次的这个事件发生。代志发生的地点就伫咧新北市的五股，伤在技师雄雄停伫轿车边啊，卡车窗，驾驶嘛对咧落车，双边都弯起来。原来是为着饲喇叭甲超车的问题发生冲突，但无想到警察来到现场调解时阵，技师找来助阵的朋友，煞动手来拍这个查某警察。外表水水啊，这个24岁姓刘的查某警察，伫咧罗州分局做警察年瓜，是所内的警花，即摆突然无故受到波及。好在送病医了后，伤势无啥物要紧。事后，这个姓陈的查甫人虽然有回失的，但拍伤警察也是着要依法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消费纠纷来看到高雄一个李小姐参加一间出名旅行社六天五夜日本东北旅游团，准备坐飞行机要去东京。伊一个到机场的时候，发觉讲伊是上早到，领队煞无早的护照，害伊无法度上飞行机。旅行社是叫伊隔天工坐飞机过去稍等，佫退伊2000块。也毋过李小姐伊无法度接受，决定要要求旅行社爱退钱予伊。你要做捷运吗？拖行李表情真无奈，李小姐本来要带团去日本，不过也未算到，就直接被冻落来。因为登机证件才发现，旅行社无查到伊的护照，所以无法度出国。他们没有发护照给我，我在一直在等我的护照。我说我没有拿到护照，他说你等等，已经有人回公司去拿了。旅行社带团出国，上重要的护照煞无查到，所以含飞行机都无法度去哩。啊，伊的护照到底在倒位？导游就说，他也是没有联络到那个人，然后后来可能那个对方又打电话来说，因为太早了，公司没办法进去，所以就等他们上班开门了，然后再处理我的事。领队讲，护照放伫高雄的公司无摕到，班机预计早起7点起飞，李小姐等足久的，一直到大家登机进前，拢也未摕到。旅行社的疏忽，害起价伫网络骂，爱报名是日本东北六天五夜旅行团，有洗温泉、坐船、甲坐小火车的行程，爱40000多块。尾啊，旅行社的业务本来希望伊会当改坐过东港的班机过去，再个派人带去甲其他团员。回合，不过因为刚才愿意退因2000块，和李小姐无法度接受，尾啊决定买去啊，要求旅行社退钱。那我在机场等的时间其实等很久，也没有人来跟我联络。现在就直接我就是要取消了，我就不要了，因为是你们帮我放鸽子的。出游碰到这种事情，我们公司内部是需要做检讨，后来协调就是我们到今天的话，契约全部退费，然后再做补偿。随往业者会按照客户的规定帮助旅客退钱予伊补偿，毋过因为因的疏忽，已经予李小姐气甲跪巴肚血啊！记者综合报道。感觉嘛是跪巴肚血，来看到讨街人含钓鱼的人伫咧冤家，这是发生伫彰化沙西彰滨工业区，道边从七目睭看到讨街人的鱼网啊登去，捞起海鱼啊！钓鱼的人两阵讲讨街人是挑剔的，甲人骂，搁甲人弹石头，上空变作拍声哨，上尾煞变作起卡动手的情形。即款的情形嘛引起到人咧笑讲，嘴吞一粒珠，小骂唔认输。详细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国民党前立法院丁秀中去年参选台北市市长的选举，输现任的市长郭文德3000多票，一个选举无效的官司。台湾的高等法院下早十一点正式宣判，咱做回来看丁秀中详细的反应。我从个人是小小的失落，但是对于台湾的未来却是大大的忧心。我们看到去年投票日下午4点钟以后，
有台北市有1303个投开票所还在大排长龙，1303个投票所占台北市1563个投开票所里面的83.3%，还在大排长龙在投票，大家一边看着开票结果，一边在投票，这样子的严重违宪、违法、违反公平原则，成为国际媒体笑柄、笑谈的荒谬选举，竟然还被我们的高等法院予以最终的认可和支持。这样子来讲，我们所有立的有关于选举罢免的法都白立了。为什么呢？都不会判无效。我们不是没有法，我们是没有司法。从我个人的这个案子里面也看得更清楚，我们的司法这样子封闭保守的司法系统可能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司法系统的自我设限，还有对于当权者的这种维护，会让我们公益国家跟法治国的理想抱负如梦幻泡影一样没有办法实现。高等法院这样子的判决等于告诉人们，当权者可以完全的享受执政的优势，可以肆无忌惮的操控选务，选务机关再怎么样的违法违宪，再怎么样的不公平，再怎么样的违反法律的原理原则、行政程序，到最后都可以没有责任，而且选举的结果都可以被认可。这就是我们台湾当前民主宪政最大的危机。民主政治的基础就是公平公正的选举，没有了公平公正的选举，我为台湾的民主宪政深深的担忧。在这边我也看到我们现在整个的民主政治出现的乱流，当权者恣意的享受权力的傲慢，逐步的在侵蚀我们人民的民主法治和人权。你可以看到在这次中选会任命那个最有政治性的李进勇来当中选会的主委，我们内政部主管政党的次长竟然公然的啊为蔡英文拉票，说大家不要投小党。所以说马上就要到的总统大选跟我们的立法委员选举，我呼吁我们全国的民众，大家要以我的案子为戒，大家要睁亮眼睛，大家要更强有力的监督制衡甚至下架这个违法滥权的政府，这样子才能够保障我们台湾的民主法治跟人权。我在这边要感谢我们认真帮我辩护的这个律师们，他们对于民主法治从来没有放弃，就像丁守中对于民主法治没有放弃一样，我们真的不是个人，真的是中华民国民主选举的公平跟公正。丁守中的选举官司到这边结束。好，咱拄只听到就是丁守中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特别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下仔和林佳龙做伙参加双主星土地开发案，针对到选举无效官司，即马宣判出来，伊敢有上新的回应？咱做伙来听看卖。也是国土规划里面我们希望发展的 TOD 的模式啊，所以我一方面啊。以这个交通主管机关的身份，另外也是啊，我们台铁局跟铁道局是最大的地主哈，啊也会因为这个开发案啊得到应有的这个利益的分配，那同时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环岛的铁路因为这一个这个案子的签约能够呢往前呢再推进一步，那周边的几个重要的土地开发。还包括台北邮局，还有我们铁道部的博物馆啊，以及我们尾游啊1万1兔的这个土地啊，那市政府的一个开发啊，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啊，能够签约啊，那
工程未来能够顺利如期的来完成。上台请问一下，你怎么看徐董事长说原本以为大学考落榜就要被通知候补录取，甚至说卖股票把自己压进去，你怎么看从蓝天控股、南海控股到现在蓝天鸿汇集团这一连串风波？我是反正我的个性你知道，照 SOP 照那个 flowchart 的流程图，反正我们一开始就设定好流程图，然后就按流程图走，这样最没有争议。那因为现在南海控股也有提出异议，那会不会担心未来的建设在法律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是确定在法律上是可以进行我们才走的，所以这个大部分都有问过法律的专家的意见。因为他现在好像在提行政诉讼。对啊，但是我们不过这样的，这个讲我还是讲一遍了。我们一开始就设定好流程图了，然后按照流程图走，这样子所以每次说我们先事先公布流程图就没有问题了。部长想请教一下，那个因为爱情摩天轮，您批韩国瑜市长是卸责，不过他昨天说，他你应该好好管好你的部下，因为他让你都状况外。我状况内，那就是依照程序啊，他确实也还没提出具体的开发计划。跟取得这个协议书，那我们会协助他，那一个建设嘛，我想总需要遵守这个法定的流程，所以我们乐观其成，也希望。那么就提到说那个协议书跟就是计划书是两件不同，是不是韩国瑜政府搞错？我自己在担任台东市长的时候，也曾经推动过跟台湾港务公司啊合作三井 Outlet Park 的摩天轮，所以我知道。程序怎么走？所以说他需要进一步了解，我于公于私啊，我都愿意来协助他。那怎么看观光局现在变成观光署，可以帮我们讲说何时会成立吗？好，那个另外这个部分我再找时间，好不好？这个春节加班这个部分，有台商认为说是不是可以延长这个时程？目前哈，这是依照往例哈，这个春节加班机就春节前后两周，那目前都正常进行。那如果因为现在正常的班机也都还有机位。那并没有提出就是特别的需求。那因为这个有两岸协商的机制，如果要有增加那我们会配合陆委会来办理。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让台商返乡能够投票能够过年，我们会全力协助。那部长，因为牵涉到选举期间，那有人在讲说有没有政治力的干涉跟介入？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对方啦，我们台湾其实很开放哈，就依照程序办理。好，那往例就是前后两周，好在春节前后。那如果他需要增加，那如果有这个需求，就循我们正常的程序来提出。好，谢谢。我交给。部长跟董事长，谢谢。哎呀，来稍等一下，各位稍等一下，来阵型重整。大家先 OK 以后再开始，好，没关系。来，这个要不要？还有没有？要不要？还有没有？市长刚丁，我看帮忙。虽然你市长刚丁手中确定败诉，不能二审败诉，不能上再上诉。爸，这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法律诉讼的被告对象是台北市宣委会跟中央宣委会嘛，所以我想这样的，基于这个法律的对象不应当是由这个。我应该不是被告的人嘛，所以还是由法律相关人去做说明。我相信我们是那个台北市宣委会应该会去，会另外开个记者会说明。你看到这结果有觉得松一口气吗？反正也是在工作啊。像你怎么看你这几天针对陈菊的发言啊？民进党的市议员林志宏说你不了解高雄，他说那个债务是历任市长家留下来，他说叫你跟韩国瑜是一起对不起高雄的。没有啦，我跟你讲讲过很多人是这样啊，你们每天问，我就每天再 repeat 一遍。这个当事人呢，自己出来说明清楚就好嘛。我也知道那个说将近3000亿的债务不是陈菊一个人造成，这我也知道。但是在他的任内，到底增加了多少债务，是用去哪里，还有当时的这个自偿性计划是怎么写的，还有这个还债计划是怎么写的，还有这个现在一年利息要多少，还有。现在这个债务，你知道对高雄市政造成的影响是什么？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真正大家面对的这种债务，你知道，恐怕最后还是要中央出来善后的。那只是，所以老实讲，因为我自己是当台北市长嘛，我知道这个债务的利息大概会有什么影响。所以，这是高雄市政要很诚实去面对的问题啊。是啊，但是你。
这样，但是你连日批成局啊，是不是已经收到成效了？你们一个你们要是不是连日收批成局已经收到成效？因为民众党就高虹安说，你现在跟蔡总统的声量呈现黄金交叉，不会还是有人很多人认同。不，其实不管怎么样，你知道，你没有参加总统大选，其实我跟你讲，那个都一日行情的。其实在我也是做大数据。蔡总统跟他，其实韩国的声量是最高，蔡总统第二，我常常是最到第三，有时候会掉到后面去。比方说，有时候吴思怀就在我前面，你知道吗？我倒觉得这样的，我们不是在拼那个，我们倒是很诚实要，我觉得觉得是这样的哦。地方财政化，那个中央与地方财政化制啊，我们也不是说不能行，但是大家就讲清楚规则点啊。我觉得我们台湾终究我们要还是要迈向一个法治国家，就是说，你不可以先说啊这个。这财政划分哦不公平，啊，所以我就不遵守规则，没有那回事。法律不对的话，那法律来修，啊，不是法律定在那，那大家都不遵守，那到最后变出问题。是不是？现在就这个，因为预算的关，因为他负债这么多，你知道，所以他的预算之前就开始被限缩，钱就这么多嘛，你还缴这么多利息，所以很多事情恐怕最后是中央政府要出来看看怎么解决问题的。中央现在负债了吗？高雄现在平均负债8.8万，那您会认为说应该高雄又超3000万，那这样很需要道歉吗？哎，我跟你讲，这是道歉不道歉，这过去的政治文化就是这样嘛。每个人都是，反正就拼命举债嘛。好，然后是一下子拍拍屁股就走了。问题是那问题没有解决。我倒觉得这样，债留子孙是一个很烂的文化。啊，这个文化也不是说谁的错，那以前就是这个样子，只是在高雄太明显了，太过分了，就这样而已。那已经签拖到现在才签约，是为了选举。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金门金车镇的基隆湖湖边有两块外公园地，县政府完成要用来起新的大楼，民众真无欢喜。礼拜日有上千的人来这办一个野餐活动，要来抗议。金门县县长杨定娥伊嘛发声明讲，民众的意见已经听到，伊讲相信有智慧会当来处理好事。大人囡仔又搁唱又搁跳，围伫咧公园跳舞真欢喜，搁有上千名民众集伫咧遮，趁着天气好，伫咧草地顶悬来野餐，一边野餐一边开讲，但卖叫是因是单纯介意大自然，因搁当咧进行抗议的活动，因为即块金门技工湖边啊2.5公顷的公园用地，都要来起议政大楼。希不希望以后常常来？对。对啊、哦，还想不想来长颈鹿溜滑梯？白天都是小孩子去上学，只剩下老人家，没有地方可以去。囡仔人理是会当去上课，但是老伙仔人要去倒位？伫咧金门县议会要求之下，县政府将土地拨予议会来使用，要先做新的议政大楼预定地。消息一日公开，引起民众的不满，发起另类的抗议活动，希望透过诉求甲行动来保障大家休困活动的空间。基本上这块2.5公顷的基地呢，被议会呢在今年编列了一笔将近10亿的预算，要盖议政大楼。那我们希望呢，透过这样子的活动来表达诉求。来美工馆政府无要家己用伫咧需要的所在，针对从公有的资源来占用，全体民众的权益拢无要管啦。金门馆长杨定武干那简单来说明，表示经过几落摆协调，馆政府最后也是决定要尊重议会来占用土地。啊，那民众的声伊嘛有听到啊，相信议会嘛会提出智慧来做上好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视新闻独家镜头来关心台北市信义区，大家拢知影寸土寸金，若要租一间房间的行情卡袂着，都要5-6千块。咱台视新闻的记者独家发觉讲，信义区有一间房间，因为无便所，一间厝要租人2800块，内底差不多2平方公尺，有一个双人眠床，也有一卡橱啊，已经满，是用玻璃啊来做隔间。厝主讲希望会当用较俗的介绍租给独身啊一伙人，让因有一个安大的所在。一寡少年啊，也有兴趣想要来做。厝贵物件嘛贵，伫台北生活真无简单。想要细一间细间套房，一个月上无爱6-7千块。不过伫信义区煞有一间雅房，那一个月厝税2800，阁有包水电。就是从这边的。
卡顶拖开一顶眠床，一个橱啊，房间就差不多无其他的空间啊。未来底行就是便所甲洗衫机，规间厝超二十平，计做八间房间。有诶房间是用卡顶来计开诶，一间两百到三百，厝水位2500到4000块拢有。厝头家会甲厝安尼做计间，其实是有原因诶。有一些银发族的老先生，或者是一些老太太。他们单身没有房子住，然后他们去租房子，那因为到处碰壁，我就想说，那我就提供比较便宜租金给这些银发族的老人。为了让自己住的老大人有一个杂风美好的所在，才会想到给这么一间，啊，这块的房间其实是很多少年人也都会来睡。小资男小资女，他可能想说要存钱，所以他就把他的生活品质，把他的居住空间压到最低，薪水涨的幅度跟不上租金上涨的这个幅度，所以其实大家要么就是越住越小，不然就是越住越外围。根据雷进波通的储水指数，为民国100年2月96.21%一直增加，今年10月指数已经来到102.95%，储水一直起，薪水却无加偌济。像这款真俗的瓦房，嘛变做小厝市场新的主要的商品。不过嘛，提醒民众小厝的时阵要注意，厝头家敢有做营业的登记，另外消防的法规有符合无，才会当保护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先稍带来关心天气变化，今日各地天气都真稳定，日时高温差不多拢超过27度，西半部地区高温有机会降到差不多30度，早起时下暗时小寡较凉凉，低温差不多是16到20度即卡刀。为明仔起东北季风变较透，台湾北部变作又个湿又个凉凉的天气，华东地区会小寡落雨，北部东半部地区愈暗落雨的几率会愈悬，两区约啊高温差不多剩22到23度。南部地区云会较侪，提醒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另外，要来关心台东县消防局勤务中心，逐工拢会接到民众一个无注意卡电话来，原来是因为有个人可能把手机啊放伫落地啊内底，一个无细力去接到紧急电话，即款的情形嘛引起到警消单位，大家拢有真大的负担。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玉婷来带来了解，玉婷。好的，主播，各位观众，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消防局勤务中心的人员不停忙着接电话，仔细询问报案民众的状况。但最近令他们困扰的是，民众误打报案的比例增加，让他们接电话接到手软。喂，喂，消防是你刚手机有拨打到119电话，请问有需要什么帮忙吗？哦，对不起，对不起。嘿。我怎么打119？哦，没关系，没关系，我确认一下而已，没状况就好哈。好。原来是因为现在智慧型手机普及，误触的几率也越来越高，民众可能将手机放到屁股口袋内，就容易误拨紧急电话。那其实这些状况啊，经过我们了解之后，很多状况其实是使用者针对手机他不太熟悉，可能在拨号的时候误触。但其实一般来说，勤务中心只要接到这种不出声的电话，都会回拨给民众，确认没有报案的需求。这样一来一往，就会花费许多时间，也让真的报案需求的人无法顺利打进来。根据统计，光是在台东今年内，民众手机误触报案电话就高达12000通。勤务中心也呼吁民众可以多一份注意，避免误拨紧急电话造成困扰。好的，以上是为你掌握到的讯息。多谢玉婷，搁再来关心台湾民众党台北市立委员候选人蔡宜芳，今仔日含新港的前金民众党不分区被提名人，也就是吴欣盈，做伙伫咧路口拜票，穿查某使用人的衫。现场上新的情景，连锁记者吴品玲来查了解，品玲。好，主观众，现在选举将近，民众党的北市立委候选人蔡宜芳呢，今天早上一大早也是到路口站街头来扫街拜票，并且呢还穿着女仆装来跟大家来发咖啡。那他今天呢，除了自己来之外，还带了同时是星光的千金以及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被提名人吴欣盈来陪他一起扫街。吴欣盈呢，今天也是一身便装，穿着布鞋来陪他一起站路口，带您看到稍早情况。来做公仆的、啊、其实我们都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像基金会之前去海外去考察也是一样啊，不管是去非洲的贫民窟，还是 you know 去这个土耳其的难民营，其实就是
出去就是要看场合，要尊重当地的民俗风情跟文化。另外，蔡壁如也到现场一起扫街拜票。不过，蔡壁如近期是不断喊出2024柯文哲考虑要投入总统大选。不过，其实2020根本就还没选完，因此也被质疑说是要打告急牌。但已经到他的最新说法，也不能说他是打告急牌，因为有时候就是记者啊，或者是就是热心的人会去问啊，有时候就脱口而出。那对他来讲，如果他没有什么意外，我想他应该是就是身体啊，或者是各方面如果没什么意外，我想他因为2022市长卸任之后，我想他还是会往前走。另外，针对柯文哲之前讲出选前之夜场地都被借光光，蔡壁如今天也说他们考虑是要在北部以及中部呢举办选前之夜，不过详细地点都还在规划当中。以上就是详细情况，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多谢品玲。上新的民调来看到，北面媒体上新的民调数字，民进党赢得配支持度有47%，另外国政配敢那1.7%而已。落尾搁再交车比对，发觉讲中央的选民填国政配比例敢那5.9%，输赢得配输甲舔舔，嘛输宋怡配。详细情形交记者叶婷来查来了解，叶婷。好了，主播各位观众，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呢，是找来前行政院长张善政组成国政配，希望呢能够拉拢年轻的选票以及中间选民的支持。不过呢，根据一份平面媒体的最新民调是显示，国政配呢是持续落后给英德配。蓝绿立委呢有最新的回应，现在民调没有参考价值，没有参考价值。我的理解，蔡英文有领先，但领先的幅度相当的少，在个位数，所以我们国民党非常有信心把这个民调哈，所有台湾做的民调都认为是假的，那真的是教书拔草哈。那希望说啊，只有他说的是真的，其他人都是假的，这个真的是太夸张了哈。好了，我们听到呢，其实国民党立委说呢，现在目前的民调是已经是呈现盖牌的效应了，所以呢数字是参考就好。不过绿营立委则是表示呢，韩国瑜这样的举动可能因此会害到自己的民调，也有可能会害到区域立委。以上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形，先把时间镜头转换给棚内主播。查埔兰都将收到详细的消息，通知财政局局长敖美环下早10:30日的议会开会时，张秀群常常是无细里煞跌倒，因为跌倒有淡薄严重，议会工作人员赶紧提叫救护车，给送去病院治疗。初步诊断了后无外伤，敖美环伊讲伊头壳真清楚，是伫落坎啊时一个无注意才会跌倒发生意外。稍等，若是有现场来详细的画面，咱咪继续为大家查埔。继续要查台规台湾来行透透，来看到南投玻璃嘉年华发挥创意，把铁头米亚蛋球改采伫遮。有滴要来到小亭环保，今年主办单位发挥创意，拢总收集11,000件二手中古的铁头米，做规台湾上盖款的回收铁头米亚蛋球，要让大家了解环保有偌尼啊重要。椰蛋树点灯五花十色，实在真水，让南投玻璃变甲真有椰蛋节的气氛。嘛，宣布2019玻璃嘉年华正式开始，其中上特别的，阁有一张用真万件回收的旧的铁佗米啊打造的椰蛋树。因为我一开始看不懂它是用什么东西去做的，然后我觉得今年这张还蛮特别的，对啊，就是很环保，再利用的那种感觉。对啊，不会说拿新的东西来用，然后用完之后又丢。今朝甲看亚丹树顶的连细粒的铜球、囡仔耍的吉他、怪兽顶顶各种的铁佗米啊，想会到的顶的拢有。这张讲是全台湾上悬有15公尺的回收旧铁佗米啊亚丹树，远远看过去就吓目的。啊，计划这个活动的人就是希望用旧的铁佗米啊，让大家来重视环保。这个一个月内包含了我们的嘉南的玩具森林。共享盛举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很顺利的募到了10,000多个玩具，90%是那种夜市玩一次就不要玩的玩具。11,000多件的，那你这个玩具安怎回收啊？好像其实嘛，足有意思的啦。闹环保的意义，嘛伫个玻璃引起话题。14号点灯了后，成真侪民众去翕相拍卡，那甲大家做伙感受元旦节的气氛，嘛，让玻璃变甲更加水。记者综合报道。
我往世界大代志来看到中国大陆民众最近日的乌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无意中看到一只龟身躯，龟个红拍牌野生狐狸，伫咧龟个白细沙罗西景地内底特别显目。一般这款的狐狸出现伫咧欧洲、北美洲，也个有大陆、西藏这所在，常常出现伫咧乌龙江的山区，予人看到到底感觉真痛着。银白色的雪景内底，一只龟身躯红叽叽的狐狸熊熊出现，亲像是伫咧白苍苍的白雪内底的一粒火球。看到人，我军一点仔都袂惊，龟身躯红叽叽，佮毛毛的红乌，真难得伫咧大陆乌龙江的大兴安岭出现，互看到民众一直讲，足好运呢。就瞅见有一个红的，挺红的，挺奇怪的。中国大陆一对翁仔某，一个大兴安岭山区松林内底赛车，翕到一只红乌当咧食食的画面，铺就网络了后引起讨论。影片内底红乌，佫叫做是赤乌，也是灰乌，嘴尖尖，脚较短，除了腹肚是白色的，耳也是乌色的，其他的部位拢是赤红色的。伫咧大陆西藏地区较接近，最近现身伫咧大兴安岭是相当的难得。It said red foxes have such acute hearing, they can hear a mouse from 30 meters away. 红乌的脚虽然短，但是伊的料真耐，对猎物时速会当来到五十几公里。伫咧欧洲、北美洲、甲亚洲这些北半球地区的松林、草原，也是沙漠，拢会当看到因。不过这几年来，红乌的数量伫咧西藏一直咧减少，已经登记做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如今伫咧乌龙江山区的雪地出现，除了让人感觉惊喜以外，同步的野地嘛，让人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带大家看到，这是中国大陆贵州有一个仿的紫禁城，拢总开差不多台票95亿起的，也毋过游客煞无讲介济。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请收看中孝节义。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级卡司。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天要跟大家小解，这里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这里就是煞，煞就迁移、移转、搬叮当的意思。像咱讲搬煞、煞为煞灾，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惊煞，这个意思就是惊叮当，像咱讲四界惊煞。第二个词搬煞，意思就是搬叮当。咱用一句话来记咧，把这两个词合做伙。譬如讲设计师，若是有来只惊煞，就知讲这只椅啊一定爱搬煞。阿拉伯彩礼家跟他好看头娘娘根本真歹过，颠倒感觉足定的。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煞，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五湖四海的大代志。中国仿的上出名，含全世界出名风景所在，马仿甲那同款，真个同款。这是河南的郑州市，有一座仿的法国凯旋门，照正牌比例起的，伫咧网络会当讲请假也袂调。另外，伫咧中国的贵州独山关，河南讲是国家级上界三家的关，最近开差不多台票95亿，做一座仿的北京故宫紫禁城，同款引起到网友回较真热。阿顶观甲看落来，即座红墙黄遐建筑真有古早气口，会使讲是气势十足。遮尔壮观的北京故宫紫禁城，伫咧大陆贵州，居然会当看到即座细号的仿版。三座黄色的厝尾顶宫殿结构，四颗连灯有围城墙，安尼看到亲像是来到紫禁城共款。不过，这是伫咧贵州的独山关，当地政府开22亿的人民币，也就是台票95亿，来打造这座看到甲紫禁城共款的建筑。希望讲安尼当来吸引这个观光的人潮。不过起好了后，游客煞无几个人来看。
都加上贵州独山关，伊本身就是一个山关。外界咧谣伊讲，当地政府是低头唔顾顾阿无能，遐尼啊无采开百姓纳税的这个辛苦钱。在郑州西四环附近，有一个山寨凯旋门地标建筑，在网络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除了紫禁城，巴黎地标凯旋门嘛有一款山寨版的。甲看这个人物浮雕做敢那真的同款，伫个门前还佫有喷水泉、路尾条啊，含这个人物雕像。不过这毋是伫个罗曼蒂古的法国，是伫个大陆的郑州市。这个山寨版的凯旋门，伊的造价嘛是真悬，嘛请真侪民众来遮咧翕相。这个凯旋门约20米高，是参照法国凯旋门，按照1:1的比例建造的。大陆山寨版的这个建筑还佫有一栋白色的大理石来打造出单调的这个弯弓处尾顶。远远甲看起，都那亲像美国华府的国会山庄，则是河北省赵家庄的这个金地大厦，是一座办公大楼，含这个细号的紫禁城，甲郑州的凯旋门，拢是大陆出名的这个山寨景点。会使讲是来到大陆，就当来畅游全球的这个佚佗所在。伊做甲这么真的程度，嘛，予人大开眼界。记者综合报道。要跟一个广告了，食饭时间手落菜来看到这间真有特色的粉肠专卖店。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8点到10点，请收看中浩这里。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吉卡斯。欢迎继续来到新闻的现场，吃饭时间手落菜同样要带来吃不同的手落料理。来看到这间真有特色的粉肠专卖店，里面卖是传统广东式口味的粉肠，头家是一对翁仔母，特别研发行家起司，还有牛肉泡菜、海鲜这些创意澎湃口味。本地头家是开摄像机专卖店，开十多年了，生意上好的时候拢总有4间分店，一年收入有100万。落尾时代慢慢仔无共，摄像机规个市场拢摆起去，才会决定要甲店收起来。伊含因某做伙来创业，开店短短一年时间，已经有真侪市中的老主顾客。现磨的米浆甲倒落去这个铁盘内底，搁甲卡一粒两坑瓜这个小白菜，抓落去甲坑鲷鱼片、白虾甲木拉鱼，照顺序甲坑咧铁盘顶，人生甲出一分钟了后，就会当甲这个米瓜啊甲切底。这个招牌的海鲜粿啊底盘，甲我这个家己做的葱啊油，再过淋一挂特制豆油，含刷一挂油葱酥，这尼啊澎湃的海鲜综合粿啊，就当来烹上桌了。觉得他们家这个虾真的超棒的，就是非常的新鲜。然后就是不是像有些店家可能就是比较不新鲜软软的，然后他们家的是很酥，就是蛮脆的，对。而且这个肠粉就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很薄。因为它必须要用1年以上的老米去磨，才会，比较好。因为其实通常来讲，放1年以上的米，它的粘性会不见。这甲别人卖米粿啊，因无同的所在，是因为头家装温情，拢是用透早现磨的米浆。石磨它属于慢磨，低温慢磨，因为其实。通常我们把那个米磨成浆啊，也有人选择用机器，可是机器的话它是比较快，但是它也带来高温，所以就是说它米的味道容易被因为机器高温冲散掉，所以其实石磨的话它比较能保留食物的原味。
有海鲜总会，有豪虾、鲷鱼跟布拉尼。一个鲷鱼，好，一个豪虾，好，然后再给我一个汤，鲜菇汤。一开始可能一天开可能30份、40份，开店都没有人。因为我们开本来想说是做早餐，人家一开店以为我们在备料，没有人觉得我们在卖早餐，对。然后后来我们才修改到现在做午餐，然后做晚餐。因为台湾人普遍对这款长啊米粿啊拢无够我知影，刚开始的时阵生意无好，拢无人来问。不过曾文静一头壳病变真紧，佮改变营业时间了后，业绩个总安倒倒啊好起来呀。在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之下，能够忙碌真的是幸福。对，所以我也很把握当下那种幸福，因为我也很感激上天能够让我有持续忙碌的机会。辛苦归辛苦，可是至少我们一家人是在一起的。阿婆两个人互相扶持斗相经，做出这个有手工特色的长啊米粿啊，就算讲爱哪做生意，搁哪带囡仔。虽然讲安尼劳辛苦真正辛苦，不过伊嘛真珍惜这份全家庆祝会的快乐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8点到10点，请收看《中校正义》。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级卡司。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与台视忠孝节义合照，抽忠孝节义路遥限量磁铁活动，12月9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忠孝节义路遥限量磁铁带回家。每周将抽出2位幸运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周一到周五。消费情报站，好你生活有够赞，有依林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世界级的音乐盛典，举世闻名顶尖乐手，不朽名曲经典再现，顶尖指挥家安德里斯·尼尔森斯重磅登场。2020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元旦晚间，台视财经台 live 直播。阮阿爸自常咧讲，做有就拖，做人就活。阮也真认命，唔惊艰苦，骨力拍拼。我相信总有一天，时来运到，阮也会拼出一个出头天。一出感动人心的时代大戏，看台湾人的拍拼甲坚持。台视鼓励，敬请期待。说销售量很好哦。罗莎，罗莎，刚才有一个韩国导演打电话来找我，谈什么？拍电影啊！我们要快点去面试。玛丽卡，狗狗，那是给他。你快点告诉我，那个人不是副总，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
夜晚八点到十点，请收看中孝节义。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吉卡斯。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与台视忠孝节义合照，抽忠孝节义路遥限量磁铁活动，12月9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忠孝节义路遥限量磁铁带回家。每周将抽出两位幸运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周一到周五。消费情报站，好你生活有够赞，有依林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世界级的音乐盛典，举世闻名顶尖乐手，不朽名曲经典再现，顶尖指挥家安德里斯·尼尔森斯重磅登场。2020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元旦晚间台视财经台 live 直播。阮阿爸自常咧讲，做有著拖，做人著活。阮也真认命，唔惊艰苦，骨力拍拼。我相信总有一天，时来运到，阮也会拼出一个出头天。一出感动人心的时代大戏，看台湾人的拍拼甲坚持。台视鼓励，敬请期待。说销售量很好哦。罗莎，罗莎，刚才有一个韩国导演打电话来找我，谈什么？拍电影啊！我们要快点去面试。玛丽卡，狗狗，那是给他。你快点告诉我，那个人不是副总，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点，请收看中孝节义。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吉卡斯。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与台视忠孝节义合照，抽忠孝节义路遥限量磁铁活动，12月9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中。新闻上尾来看到迎接2020年，观光局东莞处特别来推设阿公阿婆做伙迎接苏更的活动，条件就是要结婚20天、20个月，或者是20天过去八日三星台翕新娘房啊，啥阿公阿婆拢会当报名参加。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麦，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